梁家辉、叶童和何佩瑜星期二去到铜锣湾出席电影《我爱你》慈善首映礼。好耐都冇在香港露面的家辉，爱女梁咏臣 Chloe 六月初出嫁，荣升外父的家辉心情靓到爆，同叶童频频摆出深深手势。而讲到嫁女，亦都非常之开心啊！我就嚟 double 噶啦 ，double 啊，就做一个嫁啦。咁我人生不嬲都开心噶啦，嫁嗰个系大女，我嫁个大女，咁啊几时到我整戏啊？细女咧都好快啦，几时啊？今年啊？咁啊唔方便透露嘅，会唔会今年内啊？即系希望尽快咧，尽快抱孙，你好开心啊！吓、啊，做人工，我做人不嬲都咁开心噶啦，送晒送咗，我有几可唔开心嘅啫？有人帮你照。问到恨唔恨抱孙做公公？希望啦、啊，希望啦、啊。会唔会唔舍得啊？两个女啊？唔系，希望喺我有心有力嘅时候都仲可以。关你咩事啊？帮手抽身。唔使，你唔使帮手噶，关我咩事？你真系，你傻啊你！咁到时要抽孙，又会唔会减少工作先？我已经减到好少噶啦噃。我而家就嚟，我已經食緊蕉皮噶咯，已經開始係嘛，仲減少拍戲，梗係多啲接戲啦。